我买了酒精棉片还有药膏，你伤口不能感染，我帮你处理一下吧。你一个人跑到这来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时间宝贵，我不想麻烦你。那现在就不麻烦了吗？我要是没找到你，万一警察来晚了，万一你受伤了怎么办？我是有考虑不周的地方。你何止考虑不周，你简直太莽撞了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，不要越界干涉患者的生活？说过。那你还跟过来？我看不过去，明知道路上有坑，有人就要栽进去了，换成你，你能不管吗？从容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调解。还没忘干净，你是医院的工作人员，你工作的边界就在云际，云际之外人人都有困难，你帮得过来吗？我帮不过来，但你不也一样吗？五十步笑百步。我怎么了？你也越界干涉了我的生活，还把自己置于危险当中。现在明明是我好好的，自己受伤了，还说我没有边界感，那你干嘛来救我？按照你的标准，你也是多管闲事儿。我管的是你，不是闲事。我有危险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你什么人？大费周章跑到这儿来，没想到是来数落人的。我伤口疼，你帮我处理一下。我可不想越界，您自己弄吧。行了行了，我来吧。疼吗？不疼。那你刚刚什么？想看看你会不会心疼。人和人的关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不断建立边界，又忍不住试探推翻，主动出击的一方向着空中划出一根火柴，寄希望于那一点微光，来看清对面真心的形状。